出入拢坐迄个伊家己有私人的飞行机啦，吼、哦。伊年纪无大，年纪还减啊几啊岁，吼、哦。我想咱会介绍我甲伊的亲情小可有关的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登来咱台湾的故事。这段吼、哦，咱其实要讲这个，这个地灵人杰的台湾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，这话题就对于最近哦，真出名哈。无外久以前，那一个黄仁勋哦，台湾囡仔好，我怎么是这个世界这个 AI 哈、哦，这个人工电脑哦，也这个龙头老大，而且嘛台湾囡仔哦。那么最近个当下一个这个苏之峰，我这查囡仔哈，这个更加厉害，我、哦、这个查囡仔啊，别这怎么是这个 AMD 哈、哦，诶，这一间公司的名啦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。伊做诶物件，产品主要是以这个，哦，即意思就是电脑内底迄个心脏啦吼，电脑有足侪配件嘛，对吼，挂咧咧咧咧，哦，但内底诶核心，哦，主机就对了，哦，制作公司叫做 AMD 诶，这个 CEO 就是总经理诶意思，我咧听啦吼，咱听咧英文听伤侪，大家咧讲车车，毋知咧讲啥吼，等于世界足大诶公司，哦。电脑公司啊，制作电脑心脏的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就讲伊的年薪哦，拢几十亿，吼、哦。那么不止安尼，伊哦出入拢坐迄个伊家己有私人的飞行机啦，吼、哦。伊年纪无大，年纪还减啊几啊岁，吼、哦。我现在会介绍我甲伊的亲情小可有关的，唔是亲情关的，就讲捌做好朋友，还食过饭的，吼、哦。那么伊吼，佫较厉害一点，大家无去注意。伊其实是这个美国总统现任的总统拜登吼，佮、哦、聘请伊做美国国务院的科技顾问。这个科技顾问毋是讲哦，我几堆的吼、哦，二三十个，其中就毋是，是这个内底首席科技顾问，就佮他一个尔，首席就一个尔嘛吼，安尼啦吼。苏之峰，哇、哦，这有够重要的人物吼、哦。那么。这个伊吼，其实暗啊无讲出来，有一项就讲啊，伊其实有台湾心啦吼。这个我捌甲因爸爸吼，就苏春怀吼，春怀那个槐树吼，一个迄个即个无啊平啊一个贵吼。捌因爸爸有哪啊，加减爱啉两杯，因爸爸敢若得要八十还是八十桶，我袂记吼。啊捌伊一个啊，我想来迄时在因爸爸，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吼。伊台湾有那小可有出名，叫做苏易容，吼、哦，易就是一个迄、那个吼，诶、哦，吼、哦，也是迄个易吼、哦，也是易，吼、哦，还较一个大，光荣的荣。这个苏易容其实伊出名伫另外一个领域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画图，吼、哦，台湾的这个抽象画内底，吼、哦，这个较有迄种，吼、哦，有迄种迄个毕卡索，吼、哦，毕卡索西班牙人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。伊足清个说，有人讲是世界星级同款的这个画家，但迄是买个贵新楼吼。啊，这毕加索伊个图吼，其实伊是家己，伊是咱个家己对，伊带领出一个画图的这个风格。伊个风格就讲，伫平面的图内底吼，啊，会当甲一个人吼，伊正面看你，啊，甲侧面看边啊，甚至看顶端，迄个感觉吼，拢甲画出来，这带人去想，咱想对遮来而已吼。啊，所以伊这个画风吼，画图风格也是行对这个路线来讲，伊想要用平面的图吼，啊表现出这个哦立体的感觉吼，迄个图吼，就是毕卡索画风啊。伫台湾这个苏易容吼，应该是名列前茅啊，还是讲行这个画风行到同神，还是讲同。同真嘞，吼、哦，这个苏玉龙，我的好朋友吼、哦。那么，其实伊刚才叫我几个月呢，应该呐，以咱台湾咧讲这个年初来讲吼，那不是四十八年买就是四十八年初买，啊无就四十九年初车啦吼，啊两个做起来未，啊未歹，原因足简单，伊台湾意识足强的，吼、哦，啊所以阮台联都有哪有一挂什么活动嘛，邀请伊咪来，吼、哦，啊会办活动伊咪来，吼、哦，啊开工点啊点啊，你。表恁堂妹就是苏之峰哦，我才熟悉吼。但我甲苏之峰无熟悉，因为拢伫美国嘛，伊喊你等来台湾。嗯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有机会伫一届伫这个餐厅吼，甲因爸爸做去食饭，啊，啉烧酒呢，袂歹，注意吼。好，这个苏之峰，一个吼、
黄仁勋，他找我，佫一个，啊，伊吼，因为安尼，咱看出其实伫这个阶段，吼、哦，这个美国甲中国关系足紧张，啊，台湾敢若吼袂输安尼，吼、哦，台湾人敢若有遐佫掠伫做咱第一段，你讲靠，遐若出这个和平混蛋的吼，迄、哦、个混蛋救中国，拢全这样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内，啊，这科技新贵，这 top 的顶尖的科技新贵，因安那看？我想足简单足清楚，因会选择这个时阵，等下访问故乡，等下台湾才足清楚。哦，你想这个黄仁勋，本来等下人大家传讲好，台湾这站了，就要搁去北京啦。哦，结果也无去啊。哦，啊这苏志芳嘛，但是我所了解说，因家尤其因爸爸足挺另个，哦，足挺台湾派啦，安尼讲较紧吼。嗯，这下人对吧？这个啊，这个苏志芳虽然伊才两三岁就去美国啊，哦。那这嘛是伊故乡啊，哦，伊个这个出世的所在，出生地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心内，咱唔敢讲伊，因为科技的人物，你要叫伊讲政治表态或表较出名的，话口话，我看也免啦，吼、哦，哎嘛足假，吼、哦，但伊用行动来表示讲，这就是伊故乡，哦，哎，足欣赏台湾的这个哦科技，或者尤其是这個、哦这個、晶片，哦，这個、人工智慧，这個、台积电，哦，这個，哦。其实，因爸爸迄阵啊，即平时即算头讲的吼。因爸爸迄阵啊，伊该做伙时就讲吼，伊其实吼，始终尽量咧争取在外国厂商吼，啊，伫若要做成品吼，要订货，要订即个高科技的电脑产品的，拢尽量会对台湾倒来吼，无要去别位找，无要找别个国家，无去欧洲，无去日本，拢倒来台湾。干那这就证明讲用实际伊的即、這个。哦，也这当然这是表示台湾的技术有够遐啦。讲实，你若做了做烂的，你搁我爱国，你问，到尾我订这个这烂的物件，良率那么低，哦，啊，这不行。伊嘛有迄个挺台湾的心，啊，台湾嘛有迄个做会出来的能力，哦，那就一拍即合，哦，这是咱台湾的宝贝啦。他们咪讲像这个黄仁勋呐、苏志芳这东西。讲到这吼，我要顺顺我跳转来讲一个，哦，咱其实捌几下就捌讲过。台湾有足侪物件哦，因为伊个先天哦环境造成个，去看下这个物件足优秀安尼啦哦。但唔免讲别项，我现在讲几样，你着有影有这个现象哦。譬如讲哦，你若爱食蒜头的人吼，啊，你一定发觉讲，咦，奇怪，有当个菜市也去买着一挂吼，迄个哦，中盘商哦，大盘商中盘有交代，啊，即个较俗，啊，那较俗，啊，较大粒。嗯，哦，应该是那较小个较大了，哪呢？哦，这里，哦，迄个摊贩，迄个卖人就甲你讲，头家讲，啊，这都中国个，阿拉个个啦，呵呵呵呵，较无遐好食啦，啊，气较无遐强，啊，奇怪，你若台湾，哦，伫这个北港啦、云林、沿海，哦，这个台南沿海，哦，彰化出产出来这个蒜头，哦，较无大粒，迄特别香，迄味足强个，哦诶。来用那个蒜头酱，外香的，足好个，靠呀！哪呢？那奇怪，那用这个阿拉伯也是，那有什么进口，什么阿根廷的啦？我们台湾什么，因为这个国际贸易都发达了，讲实在，那真正欠的是啊，进口就好啊，啊，进口就无遐好食。咱顶两集嘛有讲过，想要水果，哦，那奇怪，伫台湾的迄个伊特别香，哦。当然，这跟迄个技术也有关系，迄个水土也有关系啦。咱知影台湾这个土地吼足特殊的吼，这个我有讲过，这关山它有一粒足细粒的岛，吼36,000尔，啊山有在关到3,500、3,600、3,700，比富士山较悬，靠妖！吼啊，甚至你若甲中国比，迄中国都爱去到这个四川那边，吼，这青康藏高原的边，才有遐悬的山，可能规个。这个中国大地吼，迄山较尾，较东边、中部这边，都无一粒山超过台湾的玉山啊，对吧？这真厉害，半壁江山，台湾啊，青藏高原迄嘛是地球的第三极，咱有一个讲法吼，南极、北极了就第三极，寒甲那离遮就地壳吼，硬钱安怎浮起来吼？好来，啊，讲到这我就是要讲吼，其实咱作为一个台湾人吼。咱讲这毋是要挑工出现，我台湾偌优秀，我咱拢比别人较优秀，不一定安尼啦吼。但是确实讲，咱若潜力有发挥出来，
啊无去用思想，吼、哦，啊甲规则无去用束缚掉咧，咱的子弟、咱的子孙啊，去发展的，咱未比人家差呢，甚至比人家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这有的条件，唔是讲你家己好歹，你的环境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咱即马受到危险，对无？危险唔是大家拢行甲拢规律，啊，大家拢稳落，大家拢能卡起，哦。台湾照讲安尼的土地，咱的祖先大家拢是哦，这个开疆辟土哦，无你惊啦，哎、欸，你也知影咧，顶个英国的哦，包括伫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平埔族哦，伊面对外来的统治者迄侵略，一届安尼吼，足有名的哦，啊，过来这个原住民哦，走到山顶拢有在生存，这原本的民族就足优秀啊，过来你讲好啦，准移民来哦，咱、欸、其实咱这。林玛丽教授有研究过，来移民来去台北，不是汉人，哦，这个闽越沿海来是越族，大越民族。但是不管什么民族，你来是就离乡背井啊！我敢挑战，我要来一个新的世界开拓，为子孙啊吼，这个生团来拍拼，哎，这种是开拓者的这个基因在咱的身躯顶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不管来到大里乡，不管咱台湾原本的水土。不管咱原本的这个吼，这个环境吼，啊，包括后来人的打拼、努力、认真，哦，啊，甲这个融合，哦，你内底佫有融合的问题。咱唔是单一民族，我感觉都敢那会晓讲一种语言，敢那一个来源。咱足侪套南的，哦，包括汉人，迄、那个大越民族，甲这个边埔族，甲原住民套南，哦，啊，佫下佫有甚物外省啊来佫套南，诶，咱这个哦。坦白讲，会当变作台湾是一个地灵人杰的所在哦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不是讲你听讲较听哩，一定较无相信讲这个哦什么哦上帝的子民哦，但其实台湾有接近这个形容词啊吼，你有影有甲人无共的，对个，足简单，一只小岛哦，啊，一出产遐侪奇奇怪怪物件，啊，物件全拢比人较好食哦，那靠拢这芳开、甜开、哦糖哦。啊，人嘛比咱较优秀，对不？咱爱护阿爸，啊，唔能改讲靠养啊。下跪的和平，啊，也是和平的。下跪的和平我也要，哪呢？嗯，靠养。啊，你都比对方较强咧，你若再家己优点好些，咱都有可能比对方较强一百倍。啊，那要落软落来，对不？哦，大家来共同拍拼好。来，今日这集先讲到这，好，休息可能继续。